我一个做次氯酸电解水生成设备，为咱那个国外啊，他挖松哦，遐地区，他挖咱一般爱沙尼亚这个国家，这个次氯酸电解水生成设备，我一个朋友是为1998年就开始代理，啊，这两年多迄个新冠型肺炎，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啊，都演变变异株，啊，都产生每一个人拢会自我防护较加强。人讲叫自我危机意识较加强啊，所以就环境清洁啊较注重。啊，我也是用漂白水，啊，阮遮的朋友咧，因是用次氯酸水，但是因为咱事实状况讲袂使喷洒在人体上，但是我啊奉劝大家，衣着啦、鞋袜啦，啊，那是咱在床垫啦，甚至咱咱的器皿啦，拢可以做次氯酸水，做去消毒。因为这您好好去看那文献，啊，因为一个业者，啊，就是贪小便宜啦，啊，就是享受坐享其成。啊，另外一间业者就是引用阮朋友啦，阮朋友伊本来就代理商嘛，代理商啊，那就去啊用伊的公文啦，啊，就去啊藏伫个网站，你藏伫网站是还好。你都啊变造，讲好只把公司名称都涂掉，啊，这所以韩南这边，进口迄个 BTN 赶快的疫苗赶快，我还得检疫啦，什么复必泰啦，有什么在检治啊，检治，其实啊，因拢唔知啊，我啊香港是用。繁体字，啊，新加坡是用简体字，这都不是问题啦，坦白都不是问题啊。蔡英文总统嘛，未为着这简体字去争论嘛，所以人做一个领导者，人就是要有地位，就是安尼啦。只要你原厂生产和原厂包装，含到飞机直接入来台湾，这上重要啊。啊，咱都。EUA 已经政府到政府之间已经有这个 EUA 紧急授权，所以争论代志吼，卖安那硬拗，硬拗无效。再度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